半吃到几点？3点半的话，明天的话可能就吃一个小时吧。好久吃火锅，明天下午三点半啊！健身猪先生一路成长，看一下能不能做起来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行不行？看一下朱先生有没有这点本事啊！明天起新号，看一下我的起号方法怎么样。5天做到几千人在线，1个月做到万人在线，这是我自己定的目标。从明天开始播直播，慢慢播。感谢咖啡，谢谢咖啡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啊，明天要在成都吃第一场火锅。感谢咖啡啊！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我也没谱，心里面一点谱都没有。好久没直播了，妈，赚了钱出去旅游了一圈，好久没直播了。过几天我们清明现场助力，那这个我这里一般女孩子来了是不允许那个有老，就是算了，跟你开玩笑啊，欢迎你们啊，有老婆的人不能来啊。咖啡是蒋总哦，感谢蒋总，谢谢蒋总的人气票，感谢蒋总，我们蒋哥还会送礼物啊，可以啊，哎呀，人生得遇西尽欢呀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慢慢来，感谢建哥，现在这个账号基本上是凉凉了，这个账号基本上是凉凉了，现在直播间这么少人了，哎呀，这么多已经很好了，这20-30个人还叫少，我都不知道要多少才叫多，这个很多了，我们不是网红，不是明星，有这点人可以了，兄弟，反正又不要不花一分钱，免费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感谢蒋总，现在开始越来越凉了，凉掉了。喝一壶老酒，让我回回头。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。好的，建哥，好的。但是我在成都这个地方就从来没发过光，在成都没有发过光啊！我在成都没有发过光，在这边。没有一件事情是干成了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干好了的。感谢蒋总，蒋哥不用上票，蒋哥不用上票啊，就聊聊天，吹着玩啊，聊聊天。感谢蒋哥，你在，我在呀、啊，我一直在啊，我一直在，兄弟一直在。我一直在，我相信你，好事多磨。哎呀，我基本上在成都的话也算是16年磨一剑啊，所以今年必须要亮剑了啊，亮剑。在这边重新慢慢做呗，慢慢把关系网做一下。是亮剑的时候，对，把关系网重新去审视以前的关系网，现在不走弯路啊，就是现在年纪大了，就是一般的人的话，我就不去接触了，没有任何意义。然后的话，去记住一些这个能在事业上能成就我的，啊，哪怕就是花点钱都没有关系。我把酒给你留起，好的，蒋哥，好的啊，好的，蒋哥，好的。你徒弟启豪大师呢？启豪大师在重庆，欢迎暖心小燕子啊。明天开始吃播。明天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，明天重新再来，走卖货路线，重新吃火锅，
我感觉吃火锅一个人就可以做了，也比较简单，没有那么复杂，走到哪里都可以吃。这个房间这个背景啊，这个背景怎么样？这个背景啊，什么嘛，直播间人都没有了，直播间就二三十个人嘛，直播间只有二三十个人嘛，凉掉了，彻底凉掉了。我都对，又吃，我继续吃吧，继续吃。明天下午是，明天下午三点半，明天继续吃播，继续吃火锅，然后卖货。按我的经验的话，这一次的话肯定是要，这一次肯定是要成就一下的，这一次肯定是要，应该轮到我起来了。我在这上面做了二十几个账号了，做的我好累啊，真的。男人怎么做都不如女人。先买一个吃火锅的图片，先买一个吃火锅的图片，加油。好的好的，加油啊，一定会加油的，一定会加油的啊，成功就在咫尺啊。好，在这边发展个几个月，看一下情况怎么样。那边热，这边热呀，这边32度，这边最高温度32度，一直都是开空调的，最低温度的话是22度，最低的温度22度。我那补光灯不知道拿来没有，张先生还没拿到快递回来，找不到你的信号。我刚才不是连麦让你们点信号了吗？混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个样子还差吗？直播间三十个人还差吗，兄弟？我关注一下，拆迁哥又开始搞了，现在搞赚不了钱了，没必要去搞了。现在搞都是亏钱，还搞什么嘛？努力努力也不在这个账号上面努力，这个账号信号叫啥？信号也是这个名字啊，只有一百五十几个粉丝，没有任何等级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次起这个信号，你们看要好好看一下。零粉丝零等级来起这个账号，这两天就是在我这个账号涨了100多个粉。明天的内容是非常的，明天的内容的话就是回到我最开始以前的那种内容。然后明天的排场也很大，一场直播的话我打算投资1000块钱，从明天开始一场直播投资1000块钱啊，后面会逐渐加大投资，然后卖货把它赚回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舍才有得，小舍小得，大舍大得，不舍一毛都不得。有人问我说，拿自己的身份证注册第二个号不能直播吗？好像可以的吧。一个身份证只能注册一个账号，除非是把它做成蓝威账号，除非是把它升级蓝威账号，然后蓝威账号下面注册这个员工账号。但是没有用啊，这种账号的话，第一不能转让，第二的话它永远都是蓝威，它不永远都不是个人账号。祝先生几万人在线，现在3.3万人在线。明天重新再来，懂了啊，明天重新再来，我必须要重新掀起这个腥风血雨啊，重新再来，好好去做点内容。明天模仿印度人，印度的衣服也买了，帽子也买了，全部都买了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画黑，现在我长白了一点，要怎么才能画黑，这是个问题。回来吃，不回来了。就在这边发展，先发展个半年再说吧，要回来也是年底再回来，看能不能在这边发展的走。我找了两个女孩子的，找了两个女孩子，就是走以前我们的那个模式，找了两个女孩子，然后坐在我后面。明天有两个女孩子会过来的。在哪里？我在成都郫都区。我想都白不了，你已经很白了，你已经很白了啊。要想富走老路，对，走老路继续做吃播。
吃播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人这一生就不停的努力，不停的闯。我说实话，你要想超越很多人，你必须要努力。不是说了买个女孩子用的画影仪、画阴影，在哪里去买啊？这个东西在哪里去买？可以，我明天要把它画黑一点，不然的话，明天我就烧点炭，烧点。